各民众收到假钱，这是中华警方抓到有外送员利用要造福人客的阑珊的时阵啊，公共诈到这假钱，起码清查有四个被害人。外送平台表示，这个代志那是真正会停止合作，有奈配合调查。外送员到槟榔档送餐，收到来提出100块的钞票造钱，但是内底竟然有几张假钱，过程全部拢叫店家监视器翕落来。彰化警方最近陆续接到民众通报收到假钱，马上组成专案小组侦办，锁定赖姓外送员涉有动嫌，派员拦查，当场伫咧伊身躯顶甲徛家查到2张1000块、5张500块，还佮200张100块的假钱。啊，利用外送啊送餐的机会，那找零给民众的时候。夹带啊，百元伪钞，它的一个编号哦都是一样的。那上面其实也有一个啊明显的一个印章哦，是玩具钞。今朝看100块假钱编号上尾五字拢是880VJ， 顶冠还佫印有顽固钞票的字样。警方调查，赖姓外送员去年在一月是到知名购物网站买假钱，利用外送的时阵造钱予人客，已经连续使用近3个月，目前有4名被害人。槟榔档业者是表示，当时收钱的时阵无斟酌看，是警方上门调查才发现受害。警察打来我才知道啊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假钞，我也没有摸，我就放在包包里面。警方当地咧透过赖姓男子外送记录，全面清查被害人甲不法贪得的金额，专案以涉嫌刑事伪造货币、诈欺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。另外，外送平台业者是表示，目前还未收到警方的通知，若是查证属实，会马上停止甲这名外送员的合作，而且配合鉴定调查。记者彰化报道。